原标题：曾国藩是不妥，话不多，人不动。P H O T O Q I A L E K S A N D A R K A N I Z H O N U P L A S H。来源：曾国藩读书会 ID Z G F D S H。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个人，农家子弟出身，最终却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他进入仕途后十年七天，连升十级，被封为一等一勇侯，成为整个清朝以一介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，并在晚清恶劣巨变的政治环境中全身而退。去世之时，获得清廷国葬的最高优待，还让子子孙孙都能获奖。这个人就是曾国藩。毛泽东说：“与晋人，独服曾文正公。”宋朝宰相赵普说：“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”曾国藩的半部家书，也足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纵观曾国藩一生经历，曾国藩的做人做事之道，集中体现在这九个字里：事不妥，话不多，人不做。Both be very rich, and all the pleasure. 零一是不妥，一勤天下无难事。曾国藩说：“天下古今之才人，皆以一道字之败；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惰字之败。百种弊病，皆从懒生。戒傲戒惰，保家之道也。”大多数人一辈子平庸，只因懒惰。梅兰芳最初也资质平庸，但他不甘于此，勤学苦练，终成一代宗师。庸人败于懒惰，天才却输于狂傲。李自成勇猛有才略，极易称王，却因胜利滋生骄傲，最终惨败。曾国藩在军中时要求自己早起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气，什么样的环境，他一定闻鸡起舞，练兵不训，办理各项事务。曾国藩对军中将士说：“练兵之道，必须官变昼夜从事，乃可见己于手，如肌肤软，如炉炼丹，未可须臾烧离，言传不如身教。”曾国藩就是这样影响手下的幕僚将领的，不管是个人修行还是管理团队，这一点至关重要，要给周围的人和下属做一个好榜样。曾国藩每一天都写日记，曾国藩通过写日记进行修身，反思自己在为人处事等方面存在的不足。他还规定自己每一天必须坚持看历史不下十页，饭后写字不下半小时。曾国藩说：“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，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。”曾国藩还有个好习惯，就是写家书。据说曾国藩仅在1861年就写了不下253封家书，通过写家书不断训导教育弟弟和子女。在曾国藩的言传身教之下，曾家侯人人才辈出，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惰字之败，以勤治惰，以勤治庸。不管是修身自律，还是为人处事，一勤天下无难事。零二话不多，为人处事的第一等功夫，嘴茬子厉害未必是好事，留起一些话也是一种境界。说话需要给自己留有余地，不要把自己置于进不可攻、退不可收的境地。一个剑拔弩张、喋喋不休的人，往往是浅薄俗气、缺乏涵养而不受欢迎的人。曾国藩说：“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，群居守口，独居守心，行事不可任心，说话不可任口，进大言以务实。”在生活中，精辟的、有价值的见解才能受人欢迎，泛泛空谈则招人生厌。曾国藩的戒多言源于一件小事。当时他刚进入翰林院不久，正春风得意，一次在给父亲过生日时，对前来祝寿的好友郑小山夸夸其谈，有些得意忘形，结果引起郑小山反感，拂袖而去。事后曾国藩后悔万分，他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：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，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，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，还跟人抢辩，
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。总结这三点，曾国藩说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，连《礼记》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，粪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，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，还能成什么大事呢？曾国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，他不仅经常批评自己每日言语之失，真是鬼语情状，也经常反问自己言多邪谑，又不出自心中之诚，这种言语习惯、个性缺点，何时能拔此根株？他不仅对自己有这个戒多言的要求，还把它当成家训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内容，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弟弟反复灌输，强调这一点，立身以不忘于为本。俗话说，祸从口出，立身之时，最忌的就是轻浮和自满，从而说出一些不恰当的话，或者为了自我夸耀而撒谎吹牛，因为这样以来可能会给自己招致灾祸，而来也会失去别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尊重。喜欢逞一时口舌之快低人，最终都难成大事。零三人不做，有志者方圆有度不做，就是要把握好度。曾国藩家训中有一言：傲为凶德，惰为衰气，二者皆败家之道。戒惰莫如早起，戒傲莫如多走路，少坐轿，此举可谓福不可受尽也。在为人处事中，事事断然不可冒进之机，当拿捏有度。纵观历史，不乏才华横溢者因做而遭贬谪丢命，比如《水浒》里面牛耳面对杨志喊你来砍我呀，结果是一刀毙命。或许有时一味的直语竟看似一种忠贞，一种激昂，但如能审时度势，掂量片刻，就会发现某些场合下与其相对的软语退，也不失为另一番智慧。韩信的胯下之辱，苏武的茹毛饮血，是在掂量完小儒与大节后的以退为进；东方朔的机智幽默，春秋亮子的巧言诙谐，是在掂量完直言与婉言后的迂回才能；而魏止的刚毅纳谏，狄仁杰的清廉直书，则是在掂量完军心与民意后的激进慷慨。无论是以退为进、回婉转，还是激进慷慨，用对时则为良方，用错时都是足以致命的武器，而其中平衡的度，则着实需要用者亲自掂量才可拿捏得当。李密安在《半半歌》中曾言：饮酒半酣正好，花开半时偏言，酒至微醺，花开半朵，是恰到好处的趣味，道破了人生交际处事的真谛。林语堂先生一评此诗是中国人所发现的最健全的理想生活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